大家好，我们是东京走的桥，我是包博，我是文恩。我们先来到涉谷，要来吃串烧的名店鸟猪。我们点的是它的套餐，那2000块的话，虽然它只有6样，可是因为这家店每一串的分量都很够，所以应该是可以吃得很饱哦。一套青椒、鸡皮、鸡团子、鸡肉串、鸡肝，还有鸡翅膀，那总共是2000块日币。先从鸡翅开始吃喽。这个鸡肉啊，我觉得烤得非常的到位，它这个焦焦的地方啊，可以吃得出炭香。另外呢，它的酱汁也烤得非常的入味哦。来吃一下鸡肝喽。它这个鸡肝，第一个它的分量非常的大，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大、这么厚实的鸡肝。然后第二个呢，是它外表烤的、有一点点弹性，但是里面整个是非常粉嫩的，有一点入口即化的感觉。这家串烧最厉害的地方，就是因为它的料啊都很大块，所以呢，你既可以吃到它这个鸡肉的原味，然后呢，又可以配上它这个淡淡的酱料的香味，真的烤得非常的厉害。以上就是这次介绍的超有饱足感的串烧名店鸟猪，毛博文，那下次见，拜拜。